他们在睡觉，你有看到屁屁吗？用圆滚滚的屁股对着游客，趁着廉价，民众涌入动物园，都是要找他。猫小，小猫，元宝，对啊，今天特别来看他。那如果今天没有看到的话怎么办？可能会再来一次吧。他也放年假。元旦连假，元宝也想放假，外馆的姐姐元仔也是睡翻了。其实刚进来会跟妈妈玩一下，但是他因为还在成长嘛，所以就进入了睡眠的状况。那下午大概差不多一点多，也是会跟妈妈玩耍，所以这两个时段可能是最好的。请依参观券上指定时间依序排队入场。越接近中午，人潮涌现，因防疫，园方用票券人流控管。依照我们每十分钟我们是有400人次，那我们是希望大家比较好的参观品质，不要说也大家排队过于冗长。比起猫熊的懒洋洋，水獭倒是打起精神大啖美食。趁着好天气，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到户外走走。台新闻高龄叶怡琳台北报道。